道神书天德经，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还要咱久久发挥造像，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姓的祖灵，咱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862位的天子帝王圣灵，咱各位祖上连祖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，各位的个人完成借助英灵地基主将顶，咱伫中华民国92年9月28日，是咱中华民国教师节之日。咱伫陕西省仙佛寺千佛大禅堂，直接举办了九九大法会。咱是九九大法会的意义啊！咱是护国息灾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祈求世界和平，祈求咱国家下大将将顶会当平安幸福。咱这中间呢，咱所奉上诸经呢，咱拢来传播、来供养、回向和端上诸。祖先各灵三界万灵将顶，会当同心发力，同证菩提。咱今日借着这个时间呢，继续过来讲解着咱的几个神书，王禅老祖天德经，这部经呢，由咱几个神书在空界、空界咧，传这部妙法。自传法以来咧，咱真济十方善士大德，咧认真伫厝伫修持这部经，化解冤仇，家内大事未平安，事业上感觉真个叮叮当当的，是早暗再尤其再时起来上这部经以后咧。这中间来渐渐安定，渐渐安定。所以咱今日有这好的善因缘，咱拢是千佛禅堂，在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要中华民族，咱的诸祖灵、甲诸佛菩萨座下呢，咱一家来共修了解这部《天德经》的属性，《天德经》。咱所讲的嘛是天空经，嘛是天空经，甲咱开始听天空的功德，咱如何来修持的，才会达到天空的这个高位呢？每个人拢是一教，只是咱有信心、无信心、有心、无心而已尔。咱顶一节呢，咱礼拜日呢开始呢。就是咱的几个神师报告呢，至心咱的归命礼，大罗道将上界神龙显光动色波作法，一名是属鸡。咱即节呢，开始要来讲解着开经偈，开经偈。现在咱来看经文，弥罗上界玉觉金身。
啊，光参造化法显现，心力境不变，道果相依。啊，温光照不言，归命大罗天界。啊，穷消穷消现境妄想多作，多人就是富阳妙道天尊啊。弥罗，啥是弥罗呢？就这经过大宇宙虚空，甲原来咱所讲大罗道顶上界仙翁同款的意思，哈、哦，大罗道顶。咱弥罗上界呢，哈、啊，即是就是大宇宙虚空，哈、啊，无量尽无边无边际的虚空世界，虚空境界啊。啊，是为哈弥罗上界，就是咱的心灵超越到最高的境界，咱佛法所开始的，哈、啊、进入世界。咱在道家来讲，弥罗上界嘛是进入世界。那么咱西方进入世界，或者东方世界。其他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拢合作嘛是弥罗上界，啊，也是咱所开始的呢，哈、啊，仙界嘛是。所以弥罗上界，唔是咱所讲哇，是一个世界尔，伊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为弥罗上界，玉局金身，玉局金身啊。啥物叫玉心金身呢？哈、啊，就是超越一切天界，超越一切法所另外的角色。另外一切法，超越一切法所另外这角色，咱佛教来讲叫做佛。好、啊，迄、那个大梵天的金刚如来，或者菩萨。咱中国还未传入佛教以前，啊，咱拢对已经修行正果的，拢名为大罗金仙、大罗金仙。大罗金仙呢，啊，咱来讲呢，就是伫咱一般所信以上的境界。大罗金仙呐、啊，嘛是伫咱所讲的天宫的境界更加悬。或者大罗金仙，所以玉局金仙啊，表示讲在天宫的世界、南天的世界，嘛是真正修行正果的角者。在诸天的圣神，哈、哦、嘛是真正角者咧，哈、哦、拢是已经到金仙的世界。所以咱台湾啊嘛好，中国嘛好，要未佛教以前呢，大家希望拢会修成大罗金身的上逍遥、上自在啊。啊，过来光参造化法显现啊，光者爱力行，咱爱参道爱修行，咱要得到这個金身的高位。咱一定爱努力去做功德，实实在在去行、去修行、去行、去做好事，去体验各种的人生。以后呢，传入咱实践造化，咱若了爱发以后呢，你才有法度去造化着自己的人生。咱若有了解一切法以后呢，咱才有法度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所以一切命运啊，哈是靠自己手来掌握。命好嘞，不如修行好。要修行好嘞，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。一个人经书读一万遍，哈十万遍，但是嘞，拢无实实在在去地行去做去体验的事啊。我哩讲，咱真正正正嘞，要。转变家己的命运是无可能。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嘛是真在意朋友弟兄对伊的看法。
啊，伊咧做好事的时，拢会将伊好事咧写予朋友知影。吼、哦，伊就会敲电话，哎，我今做一件代志，你看安尼好无？啊，就写俾予朋友，我看做一件代志安尼好无？有一天来到新闻室咧，伊嘛甲讲，伊这一年来所做的好事足济。我讲你做些好事，你卖做无烦恼，你做愈烦恼。老师，干嘛呢吼？你想法来讲，你做了以后，想尽办法，互人知影你做好事。你每一天为着要做好，要互人知影你的好事啊，所以你家己心根本就未安、未自在了啦。点到想，老师有理。我较早随顺因缘做好事的时，我袂记哩。我为了我做好事，人家讲我做好事就爱记起记偌济，记偌济功，哈、啊。所以上天会甲补我的功德，补我的功果。我讲你安尼功果无去啊啦，无所执，有所得，有所执者无所得啦，有所执者无所得。啊，所以咱就信罗先生啊，老师落底啊这张题啊吼，伊做好写一大片，拢给朋友诶。啊，那诶，哇，这题小小条，你诶功果交上天，交子啊，交子啊，啊，交子去俩，吼、哦，伊烧了咧。哦，老师，我心无苦啦，哪像一个石头怎啊提掉起来了？我来跌咧，我怎提掉起啊？功参做法，法现现呐。咱伫世间。所做的工作拢是交会交车，互相相调和，发现现是立体的圆满体，现现或者圆满体。我今日做一件代志，哈、啊，对大家有益，那迄是我的责任。那么恁做好代志，嘛我的责任，嘛是你的责任，大家共同的责任去圆满起来，发现现嘛。咱就足快乐，社会足和谐。啊，咱早起啊，哈，咱三重埔啊，迄、那个三重埔一个敦亲睦邻协会，敦亲睦邻协会咧，原来因为大家住一个所在咧，真正好。啊，大家这种感情，厝边头尾也真好。因为捷运咧，从啊厝中拆掉，四年前从啊拆掉去啊，拆掉海啊，一家人走一路去啊。走一路是缘分呐，说怕唔见。那么迄六十外个咧，有几十户六十外个，咱来组立一个敦亲睦邻协会，固定一个月到某某所在，大家集会一届。结果咧，哈，这安尼咱这个陈先生咧，哈，伊就开始咧集，到即摆两三年外咧。已经200多人来参加敦亲睦邻协会，大家就这感情，大家出面头尾互相相帮忙，帮忙的时帮忙过就煞，将来未去想讲哦要偌济回馈，绝对无安尼来。所以大家今日看145名来，吼，伊拢遮济，大家足欢喜来到遮咧，啊，咱看了咱的生活是诶环境。看了老祖，看了佛祖，心足欢喜。老岁仔人变少年呢，少年呢变高考变多囡啦。好，80多岁呢变少年呢，少年呢变多囡啦。安尼哪会歹？这是啥？法显现呐，现正不是讲起来恁听无，或者现哦。讲13天地话恁听无，晓得现不是安尼？现就是咱的现立体的教会。地球以小度也就或者很呐，地球小度也就或者很发很很呐。所以咱做好事的时，一定会相帮；啊，做歹事嘛，一定会相帮。哈，我前几年呢，我都较接有咧大众咧问代志，啊，在时在这个暗时嘛好，啊，咱真正信徒咧。哈、啊，都有诶是借住嘛好，啊是烧煤嘛好，烧欠嘛好，反正安尼，哈、啊、来到是两个坐咧，都坐烧队，坐伫外面当前都烧队。你也来了，嘿，你也来了，嘿，哈、啊，两个拢要来问同款代志，结果佛祖、老祖坐面顶，我讲恁免问啊啦，直接化解干戈释战争，化解干戈释战争。
啊，所以两个咧，一只咧，哈、啊，会叫的，目屎煞流出来。歹势啦，失了我过去，我对你唔对啦，又歹势啦，哈、啊，我嘛唔对啦。过去咯，你唔对，你唔对，互相我伊唔对。现在就都在面头前，伊讲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大家我唔对，结果咱们都来哭。相思性的一个时刻，小度会到。吼、哦，你伫任何所在都会消防，尤其啊，咱个各路做结缘呢，咱要完全借助消防机会特别多。因为你只若无消防，后世人消防很变本加厉咧，含女主拢加咧，不得了呢。哦，这就发狠狠呐，发狠狠呐，各位，咱做好事。啊，主人，咱会得到好果。啊，咱就是信徒先生啊，伊嘛一个讲话老师，人的因果吼是足厉害，马上报呢，我阿能马上报。哈、啊，伊都家己今朝食食，阿都阿等呢，阿孙阿人好，徛伫要走呢，都先得等呢，孙阿去教就今朝会，摔一下头，天十外针。到尾啊，物件唔通乌人等。含金钟会嘛，唔敢，即是地咧起来坑咧，即咧化玄玄呐，化玄玄呐，叫做因果循环呐、啊，因果啊，因果律啊，因缘果报者为化玄玄呐。咱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好事尽量做，咱达最一十方，好事咱呐轻轻做，咱。一定有好报啊！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，阿姨呢是真正慈悲的老大人。透早呢，扫帚拿来去厝边头尾就去扫，垃圾就扫扫扫扫呢。啊，有一天扫呢，拄啊一个，我那阿姨上啊出来，说：“哎，你们啥人？”是啊，我找你多艰苦咯，我找你足多年了，你那只扫涂骹，嘿啊，我到隔壁啦，啊，我都这里都再是用用猛运动啊，结果原来呢，这里带你这里个叫这平平算好朋友，足好的朋友，因为民国65年、66年的时啊，迄阵台湾房地产过一波的时啊，哦，迄阵呢卖土地。啊，卖土地咧，伊这个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伊讲卖土地，朋友卖去了，人卖土地人甲伊，吼、哦，拐倒去，拐倒伊也无多行，大家拍歹感情，拍歹感情咧，就安尼就走一路啊，无想到10多年后咧，啊，又过相当，结果伊哦，我钱穿便便，我去银行。哦，人也嘛好啊，啊，我去银行含利子，即马已经偌济啊了，要好你，要行你，吼、哦，迄靠咧，靠一个咧，啊，我感觉真正扫涂骹有功德哦，扫涂骹扫业啊，来讲话听，讲安尼靠，啊，迄阵咧，咱小文师拄仔咧去迄边个度蜜陀讲堂，我咧欠条啊钱啊。哈，欠条啊钱，伊讲老师啊，我分两支条啊，分两支，现在嘛好10支嘛都分光诶，啊，伊讲我两支都够啊啦，我知影你两支有够，但是我两支无够，哈哈哈哈，伊叫啊，我一点心，啊，头前这支条是因老母诶，这支条是伊诶，在咱蜜桃岗堂啊，迄两支大支乌条咧，很硬硬啊无，讲过一遍，伊讲我老。我嘛甲佛祖、甲老祖过门口，这是我的好姻缘，我福报呢。所以发现现嘛，万人代志留予人一条路，万人代志家己一个退步。我相信一条路、一条退步以后咧，咱家己路是足快、足快啊！吼、哦，迄个发现现呐，发现现。哦、再来呢，心力更无边呐，道果修完，因公照不言。心力更无边，咱若老老好人的时，咱心就自在，咱心自在以后呢，
吼，咱会当发出真济智慧之力，发出咱幸福之力。啊，顶几工呢？啊，我看咱一个信徒先生，下伊咧，啊，因为得着一个病，啊，得着一个病咧，内底咧，吼，我都甲照出来，我都肠仔癌，听着开始脚酸手软，喘起来，因囝甲新妇甲喘起来，安尼喘，安尼喘，我奇怪，你会跳迪斯科哟？遐喘，伊讲唔是啦，阮爸吼，听着讲肠仔内底有癌。吼、哦，安尼错，拢无哪里下了。我迄个心力有变啊啦，生理有变，咱精神辛苦咧。咱听到歹啦，完成这组小度啊，发现现啦、啊。你一定完成这组小度，所以这件代志你先到赵美丽啊哦，听到赵美丽，哭就坐落我等你啦。安那哟，老师，医生甲我讲。安那，哇！我你搁听着你阿咧讲，我搁较烦恼，阿死啊嘿！我无要紧啦，死在死用看，明白啦？那哦，无啦，后什么病？我你无啥病，你放心。啊，你是生内地，嘿啊，放血尔，对哇、啊？内地唔较简单，见小草，红红的见小草头，吼、哦，甲根头，剁剁咧，下做茶，啊，含黑糖。连得点外钟以后咧，含乌糖在食，两工就好啊啦！哎呦啊，讲到遐严重，内地这上火药尔，青草啊，我有经验过，啊，咱总是信徒我报的。啊，用安尼咯，吼、哦，一时啊都有力啦，我来食咖啡行，迄行就好些，嘛免人看呢，免人看呢。你看咱人的心力啊，咱烦恼够，什么力都无，咱烦恼。那无去的是什么？飞天唱地嘛的。哦，这就发现很心力更无边啦。所以咱了解一切法的是，咱会当展现着咱的力量、神通力、智慧之力、幸福之力，吼、哦，咱功德之威力等等的，拢会当随心所欲啊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一个人。咱来一切法的时，咱自自然然，咱身体自然会顺时。啊，咱若唔知一切法的时，干那惊惊吓吓，哈、啊，所以咱人呢会无力，顶顶呢，我那对对来，都、就是咱的智慧不足，智慧不足，咱无得展现着咱的功德力。啊！咱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圣弟子，现在请大家合掌，咱来供念为心机。阴阳日月最中生，阴阳日月最中生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若有真性归国主。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。啊，咱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咱久久发挥造像，啊，助圣贤圣神。国父当中，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三界万灵将顶。咱今日呢，伫禅机山继续过来讲解，就这里啊，《天地经》啊，《天地经》就是天公经。天公呢，占在咱娑婆世界，哈、啊、是主宰着娑婆世界的神呐、啊。所以，咱有事者求天公。无事者拜天公，甲拜诸佛菩萨。啊，所以咱拜天公的时啊，啊，咱爱一片诚心。天公伊唔是爱咱啥物物件，免咱太低多扬，嘛免讲一定爱有真济真济的贡品。一粒心，一粒都唯心中的唯心。咱下午呢，啊，咱一个明年呢。啊，民国93年正月七日，
下午两点到六点，啊，举行着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，在华南台北县南口这个、体育馆，大体育馆，咱当时迄天呢，有60,000人左右呢，会来参加共同来制作。所以拄只呢，咱请咱的许瑞清老师呢，因个只啊，甲咱谱迄个曲，制作的音乐之曲，啊，音乐真个就是音乐一心念力，啊，一心奉请。咱会当回归得到原来7000年以来天界，历代祖先各国净土之上，哈一心来奉请，即是咱的心啊！咱的拜天公嘛同款啊！咱一心来虔心礼敬玉皇大帝，咱爱有迄点心。天公爱的是咱迄粒善心，爱迄粒咱爱咱的真心，唔是爱咱即粒假心假意啊。所以咱也欢迎呢，所有咱啊台湾地区啦，或者世界各国地区话呢，正月七一欢迎啊来参加咱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制作在台湾呐、啊。在台湾的南口体育馆，这是非常殊胜。好，那么咱制作，这是咱的幸福，咱的福报。有机会制作，表示咱要有存在的价值；会当制作，表示咱有这个福报。所以，咱邀请啊全国的同胞啊，迄天呢，迄个时呢，哪要来提早来？啊，来参加制作。这回制作呢，由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所启示来主办，由咱禅吉山先律师、啊、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、甲贵国做学术研究会、咱所有一经大学的学员上顶来举办这件非常有意义、5000多年以来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盛会。这是点啥？咱迄点心，人心合天心，天心合人心，哈，天人之心合二为一啦，叫做共参造化，法显现；共参造化，法显现。咱昨昏呢讲到这个阶段，哈，心里更无边啊，道高修远啊，运功照不连，多。故都在哪里呢？都在日常生活之中，都在咱的念头，都在咱的目前所看，都在咱的思想，都在咱的喜怒哀乐之中，拢是为道。日头出出来为道，日头坎坎也为道。啊，咱在座呢，啊，有一位菩萨呢。啊，足客气，无一巴坐，伊外面在听经嘛是多啊。因哈、啊、可能呢，徛伫足客气的，想啊，我今无想法咯，每只坐呢，迄是伊谦虚嘛是多呢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是多，多多多，3000大千世界拢不离多，84000种的法门不离多。故咧，修缘，咱对人世间所有一切的道，咱爱有智慧，所以咱全省才开真济易经大学，哈、啊，咱的先修班、正基班的学生，哈、啊，来研究着易经风水圣贤的妙法，迄是道果，修这个道，学这个道，然后咧，你都有一个结果。智慧充实，咱就得到法，咱充实。啊，修缘，修者缘者，咱过去偏差的想法，过去咱唔知咧误区、误区的想法，咱甲圆满起来。所以今日中道啦，
有一寡信徒太太先生啊，哟，老师啊，我最近较袂顺事咯，正常啊，正常诶，袂顺事，袂顺事才好，想顺事咧，人毋知要创啥。但是袂使想无顺事，想无顺事无本钱来接纳，就则袂顺事。小可袂顺事，人则袂独孤；小可袂顺事咧，咱人咧吼则有精进啊，度过修年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伫世间啊，诸佛菩萨，尤其咱的祖先，尤其咱的祖先呐、啊，甲咱，互咱真济烦恼出来。奇怪，我都歹想，都歹想。迄啥人来？咱的祖先等予咱的，等予咱靠地哦。丢给我们的课题是祖先修好神啊，但是不然上幸福的趁钱是啥？嘛是祖先呐、啊。我往大陆这三四年来，啊，尤其因对制作伫延安啊、潮汕呐、啊。哈！伫制作的时，黄帝陵制作，大陆每年的清明，真正隆重地制作。可惜咱中华民国，哈，伫台湾啊，咱无真正重视着制作。莫怪大陆现在经济突飞猛进。啊，台湾啊，咱也要制作，咱来做事业，祖先啊，替你咱斗做啊，真几工。咱的思想做生意拢未顺，啊，听着我咧讲啊，伊就开始念《天德经》，念这部《天德经》呢，吼、哦，学伊的祖先《天德经》，念《天德经》，讲着回向伊的祖先，即几人，伊讲老师，我生意做无大啦，啊，我早时的这个叫做早餐啦，豆奶较无啥会去啊，我哎、欸，你较袂去，你无用粉去泡去。哎、啊、用假的，讲袂啦，我袂用泡的啦，吼、哦，我一定用假，假袂赴，我就卖做安尼尔啦。嘿，你读《天德经》，读了了，生理病偷鸡摸狗。嘿嘿，啊，因为甲咱讲嘞，啊，伊所以伊认真，哎，我老爹做老爹，最近来生理讲几足好啊啦。你念《天德经》，用超度祖先，祖先得到灵光。那么咱所做的生意，卖祖先给咱倒做，法显现啦，吼，心力更无边啦。咱念天德经，上天德经，回向予咱的祖先，修福神降顶，因为心力会当帮助咱更无边啦。你无都去算的，无都去摸到边的啦。各位知影意思无？吼，啊，度过修缘，有因公教不言。叫八方的净土，八方的净土，或者叫八缘，哈、哦，八方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的净土，是安尼叫八缘尔呢？是安无叫十方？因为咱地球上诶，干八方尔，无十方。啊，上方呢，就是啦，咱还未成道咧呢。啊，下方呢？咱还未死，还未落地狱嘞，所以叫八缘嘛。曾经一个弟师兄嘞，讲老师啊，那叫八缘，那么叫十方，没来叫十方。啊，上下神啊，咱还未成功，成佛啦。啊，下方嘞，咱还未死嘞啊，哦，罪过安那咱唔知啊，咱还未去地狱嘞啊，要照啥？哎，照好十方，咱好朋友，哦，十方缘。好，过来归命就是归依，归命大罗天界穷霄仙境，王禅老祖度人救性，芙蓉妙道现尊啊！大罗天界，大罗天界呢，等于是万三千大千世界为大罗天界，大罗天界呢，唔是讲干咱地球上所看会到的天。这个天下所有的你算不了，哈、哦！咱的银河星系，尤其呢最近呢，咱这条都火星接近地球几千万年，还是几亿年，才会当接近咱地球上这个上近的一届，搁接近月亮上近一届，几千万年，
这拢是大罗天界啊！这天界来讲，那么接咱的本性，咱的金身，咱大家修行身、修行道、修行佛、修行菩萨，以后咱的智慧就是大大个大罗天界啊！咱的智慧本来智慧修行经过以后的智慧，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。无限的世界，无限的空间啊！这是大罗天界，这就是讲咱人的智慧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智慧，啊，天公的智慧，诸天圣神的智慧，甲咱人的智慧，拢是大罗天界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大罗天界是这样宽，空消现境。当你悟到道以后呢，你也是了解到，哎，这个境界穷消很境，啊，穷劳抑郁啊，功劳、勤劳、欲物啊，表示讲非常这个叫做无量无边的天界，无量无边的大智慧。咱悟到以后呢，咱就会领悟到。好发现现的境界，领悟到无量无边智慧的境界。曾经咱就信道先生，啊，伊来修了嘛真好。啊，有一天坐咧，就唔敢坐，我先唔敢坐，我见坐就怕唔见家己。我讲你哪怕唔见家己？有啊，我拢怕唔见家己，我感觉我家己怕唔见你。你若感觉家己怕唔见，你就无怕唔见你。好嘛，这点你哦，真侪修行的哦。哎呀，我这个老师啊，我无家己啊了。想讲你无家己，那无家己，你要讲你有家己怕唔见。你只能说，哎呀，我的心包容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宽，地球是我心中一粒沙粒啊尔。这个境界有共款无？甲家己怕唔见呢？甲你包容所有的大虚空的境界有共款无？无共款。咱的心量会当跨甲包容到所有一切啊众生的生老病死，吼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、十二因缘法、十二因缘法，咱的心有多大遐大？恁若唔相信，恁用的是？常常去咱学校的运动场，你坐运动场正中，你目睭开咧，你甲看做这个运动场的，你看运动场的走一个安尼，走一个安尼来，你心境你会足快啦，会足快足快足快，心境会真快，这真快，你想起想起袂起来，哭嘛袂哭，笑嘛袂笑，叫做如如不动啊。如如不动，恁修行，我教恁哪里修行？提供参考。啊，六七年前啊，咱一个师兄，伊嘛咧真够生气的人哦。见起消息咧，我叫去咱后边维新园，哈、啊，观音咱咧慈龙观音咧，遐坐咧咧看头前的烟花。哈、啊，因为呢，老师你叫要啥？遐坐。啊，坐一点钟、两点钟，你看伊看，你想代志，想代志。啊，伊真正去遐坐啊！我点外钟呢？我来食饭哦。晓，老师啊，我拢想无代志，想无代志。知意思无？心宽去啊，所有一切的烦恼拢淡掉去啊。伊看。恁啊，吼、哦，厝内底恁来许许样画一圆箍啊！你爱坐伫外口，莫坐内底哦。你圆箍啊，唔通坐内底。你坐内底咧，你就缩掉了。坐伫外口的时啊，吼、哦，你心就开去啊，生气不起来，做好诶。啊，所以我先这份诗，我一张许较早非常足水的许照片啊，画我甲厝甲掉了。我有当时啊呢，伫烦恼时，我就看迄张相片，迄张相片圆箍安尼呢，哎，心都开了，打开了，照不言，照
八方。哦，迄是啊，咱呢，你要发掘心量之宽，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，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法，哈、啊，叫做行消现境，往禅老祖。往禅老祖就是在天界的大罗金仙，大罗金仙。啊，说往禅老祖呢，贵国仙师在凡间的时，幸福为贵国仙师。在天界的时啊，为王禅老祖。那么贵国仙师呢，是王禅老祖呢，佮道家诸房、道家慈航，还过来汉干出世，战国时代投胎为贵国仙师、贵国主，世间的名叫做王宇、王武。啊，在黄帝时阵呢，啊，名叫做鬼异虚。鬼异虚，嘛出世过一届。来，黄帝做五千年、五千多年前啊，哈，伊嘛是出世过一世间过一届，这是鬼异虚。那么在天界，伊本性哈，伊天界大罗金仙，伊姓何为王禅老祖啊？迄阵咱的本性，咱的元年，哈，都上界仙翁，上界仙翁啊。所以有成就，有觉者，也幸福，哈、啊，即是咱一切法。也幸福代表咱的生命。你现在个往禅老祖真经，了、嗯，那么咱的生命，嘛就是往禅。咱的天公经，咱的元性，咱的佛性，即是玉皇大帝天公啊。好、嗯，咱的。观世菩萨破门品的时，这个时阵，哈、啊，咱即是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咱念阿弥陀佛的时，嘛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。咱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对一切佛的名，咱了解一切神的名，拢是法，拢是法。哈，往禅老祖度人救世，度人救世。各位，咱来了解，啥叫度？就是当咱思想有障碍的时，咱甲讲好了解，好做度，并唔是讲我甲扛起来，完全扛起来去成就成佛，这拢唔是度。啊，度者就是超越。那都这样，咱这个因公恩光照八缘，因公照八缘，都照八方的净土，八方的世界。啊、哦，这就是咱来了解以后，哦，好多道。今日呢是教师节，咱先望过去，咱国校以来啊，所有老师，甲咱开始，甲咱开始教化。以后呢，即咱有智慧了，所以咱拢成为何老师甲咱导，老师甲咱导啊啦。好，导人救世，各位救什么世呢？咱即摆真侪道场啦，修行哦，我是在做救世，我称呼为自己为救世主，称呼为救世主，迄是为个心要来，好、哦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帮助众生智慧上有障碍的时啊，那么跨过智慧上的障碍，才是真真正正的救世啊！啊，我将来我唔敢讲我咧救世，我学道二十二年来，我唔敢讲救世，是安那咧？哈、哦，咱要未做神，要安那度，要安那救咧？确实无得救起，大家互相相帮忙。你思想有障碍，哈、啊，无了解，我讲予你了解，跨过烦恼叫做度人呐、啊，度人。啊，救世上，伊跳过烦恼以后呢，自己我着救着伊自己的心，家己救家己。你看咱新闻是哈，这个弥陀刚等一边呢，每一位呢。好多有一个秘境门以前师道，
反正门以后爱自度，就是这意思。咱领悟以后，咱爱家己来度。啊，芙蓉妙道天尊，芙蓉妙道天尊啊，这是王禅老祖归国神书，伊另外一个圣号，在天界圣号叫做芙蓉妙道天尊啊，传一切法，和众生传天界、人界、天人世间种种妙法。好，或者妙道芙蓉妙道天尊，所以咱传道者是最殊胜，所有一切法来普利着人天，所有一切法普利着大众，这叫做为天尊，叫做芙蓉妙道天尊。